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者荣耀射手铭文通用。首先我们点击铭文，我们一般可以在铭文背包里选取我们想要的铭文，然后这里是我们已经搭配好的。首先红色推荐的是异变，绿色是鹰眼，蓝色是狩猎。我们的射手一般是没有位移的，所以还需要攻击速度，这套铭文就再合适不过了。看一下加成，物理攻击是29，物理穿透是100，移速是10%，攻击速度是10%。所以说这一套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百川铭文，双速的铭文。这个套铭文在游戏中性价比很高，不仅是射手可以使用，连刺客很多都能适用，可以打出高额的伤害，并且弥补了自己移速不足的这个缺点。